哎，你也是委托爬完。法官，我想吃泡面。你想吃泡面吗？就在珠山找伢子嘛。这个面里面的牛肉太少了，我想多吃点牛肉。泡面里面牛肉本来就少，我要你把办法嘛。反正我要隔天送给你吃啊。冰箱头有坨牛肉，你把那红烧鸡弄来淋在这面高去就多了噻。牛肉我拿来烧苦瓜的。哎呀，走了，我要吃泡面。看着都破饭。帮我把菜板拿过来哈噻。要得，马上就拿起来。冰箱头牛肉要弄完不？要弄完。要弄完，这些牛肉真小兮兮的。好久都没吃泡面面了。牛肉改刀，我们切成坨坨哈，我们要切小坨点，别大坨很了。锅里来点水，再把牛肉倒进来，来点老姜、葱葱、料酒，去下腥味儿。倒开了哈，我们捞起来清洗一下。婆娘。你要想吃这个牛肉，可以把那个白冰糖给我倒起来，我要讨糖色。没得冰糖的，只得白糖。可以。来，白糖。糖色炒好了，把牛肉放进来。再来一碗香料，我们小火慢慢焖40分钟。盖上盖盖。妈，你吃，看不见？看。再把泡面弄来放起，我们每人吃两包，够不够？够。但是里面就没牛肉的，让牛肉单独放哈。要得。来，婆娘。好好好，哎，我安逸，你看妈妈的一大碗，我还是慢慢的倒完，慢慢吃可以。今天牛肉面你要把它吃完哟，里面牛肉好多，好吃，比平时外面的牛肉要多两个。肯定的，泡面里面的牛肉都渣渣都看不到。今天面我们吃过瘾了哈，拜拜，在这儿。拜拜。